Hello， 大家好，我是 Lee 388。今天我上嚟輝煌影音，我有啲緊張啊。點解咧？因為今天我要俾女嘉賓上嚟喎。咁啊 ，HiFi 發燒台自開台以嚟咧，從來未試過女嘉賓。咁啊，今天第一次。咁因為大家想知道我同呢位女嘉賓傾啲咩咧，咁就唔好行開，繼續睇落去啦。其實音響就是一個享受嚟㗎嘛。之前譬如去 Steel 山嗰啲評論家先生屋企度試聽，因為個 spec 而度數據出嚟要靚嘅話咧，Hello， 大家好，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我今日好緊張？點解呢？因為咧 HiFi 發燒台第一次請到位女士上嚟，而且仲係靚女添，所以我好開心。不過咧，陣間我有啲咩講嘢咩窒咗咧，大家唔好介意，因為見到靚女嘅有啲少緊張啊嘛。同埋咧，如果大家想問電話號碼，記得唔好問我啊，到時你自己問佢啦啊。咁咧，我首先介紹一下先。今次我哋請咗咧亞永音響嘅阿麥小姐過嚟。咁點解要請佢過嚟咧？咁有啲特別嘢啊嘛。因為最近期咧，好多人問我蘇碌，咁唔知點解我對蘇碌呢個牌子原來我唔係好熟悉喎。咁跟住諗下，咦，不如就請個專家過嚟啦。所以今日就好開心，咁我請咗亞永音響麥小姐嚟講一講蘇碌。咁啊，應該你對蘇碌好熟悉嘅喎。係，咁就本身就呢個品牌啦，都係我哋公司亞永音響代理嘅。咁但係咧，我哋今日就嚟到呢個輝煌影音啦。係。咁就我哋都係會可以介紹一下呢個品牌嘅。嚇、啊，同埋我想睇依間，好似話依間公司咧，嗰啲老總都好有歷史喎，好堅嘅喎，係啲咩人嚟嘅咧？其實本身咧，佢哋就係、是以前啦，馬蘭士啦，同埋咧飛利浦咧，就飛利浦 LHX 系列咧嗰一班最高級嘅工程師啦，就走出嚟就開咗 Shownook 呢一個公司嘅，係啦。咁係咪都好似都一段時間嘅喎？其實佢哋啱啱喺2016年啦，就已經係成立十週年嘅。哇、哦，已經十週年，係啦、okay ，即係16年已經十週年。16年已經十週年嘅啦、因為我都有啲朋友問開，喂。其實 Shownook 有一個系列都很受歡迎，因為那個叫性價比高啊，係咪就係今日我哋所講嘅系列咧？係啦，咁就非常之抵買嘅，係啦。咁就啊，點解會提到係十週年就2016年咁樣啦？咁其實我哋本身身後邊呢兩部咧，咁就會係十週年推出嘅版本嚟嘅、哦。即係其中兩款，因為我知道好似有起碼有四款㗎。這個系列裏邊咧就有四種個機種嘅。哦。咁我哋今日擺喺度嘅就係A 一啦，下邊嗰個合併機。即係呢個合併機。係啦，同埋上面 C 一就係 CD 機。CD 機 ，OK 啊。咁我都有啲朋友問開，喂 A 一，因為佢哋都有，原來佢哋之前咧都有玩開嘅。佢話：，依、這個 A 一咧最特別之處咧，那個牛咧換咗喎，之前好似話用 R 牛，而家用咗環牛喎，點解會咁做咧？其實咧，如果可能就有留意我哋以前 Shownook 嘅款式就知道啦。咁其實除咗 A 一之外啦，咁其實而家成個系列同以前最大嘅分別就係會好明顯個機身咧比以前大咗一倍。咁另外就係咧，其實除咗牛啦，因為頭先講到牛咧，其實成個系列都換咗嘅。咁而家嗰一個牛咧就叫雙翹線嘅未含浸環牛，就係專為咗今次呢個十週年嘅系列啦。咁就會換成咗呢一種牛，咁同埋因為尤其是香港嘅屋數問題啦，咁佢就專為香港呢個屋數設計嘅一個專訂造嘅 Shownook 訂造嘅一個環牛嚟嘅，咁就當然同以前就完全係兩回事嚟噶啦，因為其實佢就主要設計呢個系列係要升級佢全面嘅機種，係啦。同埋好多時咧，我哋見一啲環遊咧，都有啲嘢吸住佢、蓋住佢噶嘛。但係我見佢又全全 open 曬喎，係咪都有啲原因嘅咧？其實好似我頭先咁樣講，未含浸咧，就好似佢個名咁樣啦，佢就冇去咗用啲藥水去箍住佢，係整硬佢啲線路。咁、反而係要佢裏邊所有線路都係啦，即係除咗個牛之外啦、就係要全部聲音都發揮到出嚟。咁、所以就唔可以包實佢箍住佢。咁、或者係好似一般其他品牌咁樣，可能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到啊，係撳住佢啊嗰啲，我哋就完全唔做呢一啲嘢嘅。哦，咁我哋都啱你講一樣嘢，因為我哋玩開 HiFi 咧，有時咧特登將啲嘢放鬆啲，等啲聲會鬆啲。
咁相信佢都係應該咁樣做。係啦，咁所以點解要訂做一個咁嘅牛呢？就係而家即係到本身到此為止嘅牛都滿足唔到設計師咁嘅意念，做唔到佢想做嘅聲音，咁所以就專登去訂做一個佢心目中可以做到嘅嘢出嚟，咁要係最好嘅，係啦。啊，同埋另外有啲朋友都提到咧，佢個音量都有啲特別嘅音量制。咁、如果譬如好似 A 1咁樣啦，其實佢都會用翻咧大部分要係一啲好高級嘅機種先至可能會用到嘅吸進式嗰個音量控制嘅。咁、其實都非常之嘥心機啦。咁、通常都一般嚟講呢個價位嘅機啦，都會係可能係 digital volume 咁樣嚟處理咗佢嘅。係啦。所以佢依個都係一個好其中嘅特色喎。其實係啊，咁或者即係你見到佢每一個你見到佢外觀細節都好啦，其實都係包含咗好多聲音嘅即係控制啊，去即係譬如你見佢前面呢個面板咧，都係可以化啲鞋震咁樣嚟設計成一個橫紋面。咁呢啲就全個系列都可以見到呢啲設計。嗰啲釘腳嘅喺正嗰個牛下邊嘅，直接啲震動可以走到啊！呢啲全個系列都係咁樣設計。本身牛咧嗰啲震動咧會產生好多可能噪音啊嗰啲咁樣，咁佢設計師好多意念都係好科技聲學上係令到你啲聲音好嘅，咁就唔淨止個外表又可以做到外表靚咁，同埋個聲音好嘅最重要的。我見有包曬木邊，真係好靚喎。係啊，咁呢個木邊其實都係香港行貨咁有嘅一個特色嚟嘅，咁就係一個調聲板，咁所以咧個聲音係再好啲嘅，係啦，你聽得出係一個調聲嘅作用嚟嘅。OK， 咁同埋咧部 CD 機咧，我見咧佢有 balance output 嘅喎，以咁嘅價位上有 balance output， 咁裏邊係咪真係 true balance？ 你只要打開個機蓋一睇就清楚㗎啦，係所有嘢都係左右兩邊一模一樣嘅，係全部真平衡嘅，係啦。跟住你會見到咧，佢所有嗰啲機件都係有零件去砌成嘅，散嘅零件砌成嘅，而唔係一般咧使用 IC 嗰啲集成成線路咧，我哋就唔會用嗰啲嘅。咁所以其實你喺呢個價位嘅機種裏邊可以做到呢一步啊，咁樣都係好難得、好少見嘅。OK， 我明白。會唔會話即係一啲算係入門啲嘅機種，會唔會就係即係偷雞嗰啲就一定唔會發生嘅？係啦，佢全部都係真係做得好細緻，真係唔會有偷工減料，係落足心機嘅，冇錯。同埋都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咧，其實佢全系列機種咧都係使用一個叫無負回輸嘅線路。咁呢啲基本上就係一啲好貴價嘅機種先至會用嘅方式嚟嘅。咁佢都會用翻喺即係一系呢個系列裏邊都已經係全部用呢一樣。即係一系都已經有無負回輸設計。係啦，冇錯啦。OK， 係咪仲有解碼嗰啲㗎？即係呢個系列。解碼就 DIN 啦。咁其實最主要啦，除咗解碼，咁佢本身有一個功能就是 NOS 嘅 NOS 呢個模式就加咗落去嘅，咁就會係一個 non-over sampling 啦，咁就係一個我哋Sonoke設計總設計師加藤先生咧一個好主要推崇嘅一個播放方式嚟嘅。OK， 咁就係有別於一般而家成日都係做 over sampling 呢樣嘢啦。咁其實佢就係non-over sampling 聽出嚟咧，其實係一啲都唔差嘅。OK， 咁都呢樣嘢都要提到，好似我哋啲 CD 機咁樣咧，其實佢就係主張一樣嘢。其實點解你會覺得可能 CD 機唔夠喎？點解要做 over sampling 呢樣嘢咧？咁就係、其實佢就發現好多市面上咧嘅CD 機咧，其實做唔到係完全讀曬佢 CD 裏邊嘅資訊出嚟。而佢就好重點咧，就要將隻 CD 裏邊嘅其實有好多信息在裏面嘅，咁其實你只要可以完全將佢讀曬出嚟嘅話咧，其實你 CD 聽出嚟係非常之好聽嘅。呢個我同意咯。係啦，咁就算有啲係舊錄音嘅，只要你部 CD 機係舊料，讀曬佢出嚟嘅話咧，其實都係非常之靚嘅。咁其實我哋設計師啦，成日都係作翻 A/B 比較。Okay， 其實只要一聽落去，大家都分得出嘅。係啦。同埋我點解會問到話要解碼？因為我知道咧，依個雖然話 CD 機咧，其實佢都可以當獨立
transport 用㗎，係咪咁樣？係啦，咁佢都有一個叫純轉盤嘅功能啦。因為其實可能有啲客人都啊，我本身都有一個靚嘅解碼啦，咁佢就係可以做一個純轉盤嘅功能。咁其實就有好多客人想揾呢一樣嘢，但係發覺啊，好少係純轉盤呢樣嘢係真係好難揾嘅。係咪話正如有一個掣可以 park 咗有啲乜嘢？係啊，同埋佢後面有個位係放你純轉盤嘅接碼咁樣咯，就可以直接出啦，變咗個可能嗰份電就。冇落到解碼邊？佢完全分開嘅，即係兩份都完全分開嘅，就係其實佢以呢、這個即係入門嘅價錢啦，而真係可以做到日本製造，係自設日本廠房咧，就真係都非常之難喺第二間度揾到啦。因為就算你 Made in Japan 都好啦，其實而家好少。是可以自設廠房，咁佢係可以完全控制到佢生產啦，同埋係啦，做曬所有佢要做嘅嘢出嚟嘅。咁其實呢、這個就真係真真正正嘅 Made in Japan 咯。即係 Made in Japan 都唔止啦，直頭係自己有廠房，自己有廠房係好少會有公司做。我都覺得係，如果你以咁嘅價錢可以做到咁樣，一定要自給自足。如果唔係，就可能都成本會高啲。其實唔係成本個問題，而係你 keep 譬如 QC 啊，咁、okay. 或者你點樣砌落去，即係中間做得好唔好嗰啲嘢，你可以自己控制到咯。OK， 係啊，反而成本嘅話。是不低的，即是它本身你見它用了這麼多料呢，它是賣得便宜的，是的，是的，即是自己，他們自己公司都知道是賣得太便宜。現在出不出力卡？你卡住它吧。OK。同埋可以提到一樣嘢啦，就係其實佢這一系列的機種啦，每一部一推出呢，即刻可以獲得各大小的獎項，咁就有一個肯定啦。因為如果譬如喺日本啦，有一個叫《燒山》嘅咁樣一個權威性嘅雜誌啦。咁其實咧雖然你可以話佢係一個比較新進嘅品牌，咁但係咧你睇翻各個評論家嘅肯定啦，咁同埋一啲評論都知啦，咁其實佢都贏咗非常之多嘅價位非常之高啦，或者係好出名嘅機嘅，係啦，咁因為都係一個好公平嘅一個評論嚟嘅，咁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咁或者係作為一個指標啦、標準啦咁樣，係啦，即係證明。即係老實講，如果以音響牌子，我都覺得係屬於新進嘅，都可以有咁嘅成績，我都相當之好。所以點解今次我都話要捉你嚟做一個訪問呢？因為我都對呢個產品，即係呢個牌子有啲好奇心，所以我都想知多少少。喂，點解會無端端？其實即係如果你真係我可以坦白咁講，以近年嚟講，新牌子其實佢冒起得算好快啊。即係由直接無名到而家，好一講蘇碌，基本上如果你發燒，冇理由唔識噶啦。所以我都覺得真係，如果唔冇花咁上下功夫，根本冇可能咁做咯。係，同埋都有一個特別少少嘅一樣嘢啦，就係我哋嘅設計師咧，其實所有由生產啦、設計開始啦，所有嘢都係由聲音為主啦，所以佢都好重點咁樣講一樣嘢嘅。佢嘅所有 spec 咧，就唔係話寫咗 spec 有個標嚟做一部機嚟滿足個 spec， 而係聽完聲，我真係最滿意啦，先至度個 spec 出嚟嘅。咁所以佢都想大家即係唔好空口講白話，即係大家咁樣講完，可能聽完個設計有幾犀利，都一定要親身聽一下。你一聽完感受完咧，你就知佢嘅好處啦。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嚟到呢個輝煌影音啦，咁就約翻去試聽，咁就知道個效果啦。咁啊，即係講真嘅，音響始終都要靠聽喎，人耳。冇錯啦。即係講到講到識飛，自己聽一聽就知道啦。其實音響就是一個享受嚟㗎嘛，係啊，你就係中意音樂，你俾付出一個價錢，你就係想享受，你係一個生活態度嚟嘅。咁所以你最緊要就係坐低慢慢聽咗，咁啱自己心意嘅話，咁你就會中意咗佢㗎啦。呢個我真係相當之認同，所以我今次咧真係好開心，請到麥小姐上嚟，咁咧大家咧俾多啲 like 阿麥小姐啦，今日佢可以同我哋介紹得咁清楚。OK， 今次我哋嘅訪問到呢度啦。拜拜。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
聪明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发自内心嘅嘢，佢就用咗一个比喻嘅。咁其实同你煮嘢食一样。嗯。咁你一道好好食嘅一个餐点啦，同埋一个好难食嘅餐点，你用嘅糖分量同埋盐嘅分量可能系一样嘅。O K。咁但系你系中间处理嘅方法。系。系啦。咁但系可能譬如你嗰个餐点系好食嘅，但系你可能度出嚟嘅盐分量系比较高咗少少。嗯。咁但系你就。啲人睇落去就唔健康咁樣咯，咁可能我咁樣講就好似啊，好似唔健康咁，但係其實佢嘅意思都唔係咁樣嘅，即係你冇可能就大家嗰個份量係一樣嘅，即係你冇話你個frequency 去到十到10,000咁樣嘅即係你。你唔係一個唔係用呢樣嘢做標準嘅嘛？一啲人耳本身應該你聽唔到噶嘛？啲太低嘅頻同埋太高嘅頻，你其實本身明明人耳應該聽唔到，但係你個人係感受到。如果你話好似 S3 咁嘅情況咧，即係 SACD 嗰個咧，佢係因為真係啱啱爭幾個月，佢就發現另外一粒嗰個零件啲嚟嗰個中文我。計電器好似，跟住之後，即係佢嗰啲係過唔到自己嗰關，因為大家啱啱買，咁樣佢先至好似有個叫 version 2咁樣。哦、因為我之前譬如去 Steel 生嗰啲評論家先生屋企度試聽，我哋好中意 battle 噶嘛，即係但係好明顯嘅都真係真係 show not 好嘅啲聲，即係呢啲係我哋自己聽出嚟噶嘛，即係都唔係又唔係要同啲客交代，都係咁你就更加可以說服到自己叫人買。